大家好啊，我是狮吼哥啊，今天给大家继续来讲一下徐晓东跟翼龙啊最近的一些情况的进展啊。上次节目我已经说到啊，由于翼龙在网上挑衅徐晓东啊，说如果说徐晓东你不敢来郑州找我的话，你就是孙子。于是呢，徐晓东就去找了翼龙啊，在郑州玉米广场啊苦等了翼龙2个多小时啊，最后的结果是等来了2个警察。本来我想让大家别走着累坐那儿，但是说实话，刚才警方来了，我就怕他们说我非法聚集，所以说我宁可在湖边走，咱们别违法，别给那帮人抓我的机会。我都是被逼的。按照正常人的思路吧，这个警察为什么出现呢？无非是2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徐晓东他的名气也很大啊，他一旦出现了在了任何地方，都可能造成当地的这个人群聚集，于是呢就引来了当地警方的这个注意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当然也不排除第二种可能，就是徐晓东在郑州啊叫板翼龙的时候，翼龙方面呢偷偷摸摸的报了警啊，把警察叫来了啊，这是第二种可能。可是呢，现在又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啊，这是徐晓东啊。在他随后的这个节目的直播里面啊，说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大家好，我是翼龙。听说昨天有人跑到郑州挑战了，最有意思是没有跟我们相关的任何人联系，自己在郑州地标运动场所叫骂，还报警，自导自演炒作了一把，还报警？还买了热搜。我刚发现啊，翼龙说我还报警，还干嘛？还买了热搜啊，热搜！我操，别动。再看一遍啊，大家再听一遍截图啊，拿这证据啊。自导自演炒作了一把，他团队啊还买了热搜。对于这种自作聪明、低阶行为比较抵制。那么我要公布一个交换了几年的传说。大家也看到了啊，翼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徐晓东自导自演啊，自己来郑州啊，自己报警，然后呢还自己买了微博的热搜啊。翼龙方面呢全程不知情啊。那么我就感到奇怪了啊，既然翼龙方面全程不知情，那么他现在怎么不但知道了徐晓东报警，还知道徐晓东买热搜的事情呢？啊，这不是比徐晓东自己都还清楚吗？即便是徐晓东他要报警吧，肯定也找一个至少是大家不是那么容易查到的人来报警，对不对？那么你翼龙方面又是怎么这么快速的得到徐晓东他报警的这个信息的呢？至于买热搜，我觉得就更科幻了啊。至少我是真真正正的是，通过徐晓东自带的那种大流量啊，收到了徐晓东的消息啊。徐晓东这个名气，他还用得着买热搜吗？翼龙方面是任何实际证据拿不出来啊，就直接这样说徐晓东报警买热搜啊，确实难以令人信服。不过徐晓东方面啊，倒是拿出了翼龙他买热搜的证据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如果这哥们儿说的对，大家马上去查翼龙的微博，看看这哥们儿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暴露了啊，翼龙居然他们团队买水军炒作。翼龙他们花钱买水军炒作，不管花钱买抖音，翼龙花钱买抖音，买微博，买他妈假，大家听着啊！东哥，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说话，所以他他妈的都怕他妈的翼龙团队想害他，这兄弟特别牛逼。就是你这两天发言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方面入手啊。听听我啊。看翼龙的微博上，当然正常人还是在骂他，还是在说人话，但是已经出现了水军，就是这哥们这傻逼是找公关找水军了，那是肯定的。我是怎么发现的？他肯定是找了，但是我就说，他找水军的证据是什么？打电话一会儿就打，就放心。是我发现他微博底下那些带节奏夸他、说他好的、骂你的人，听着听着。这个微博都几乎是同一天注册的，同一天。有男有女，然后呢，他们发的微博都差不多，那他妈就是水军号，就是说白了，公关公司啊或者什么的，类似于五毛这种东西啊，这种死全家臭傻逼这种，注册日期要么都一样，要么是转发的东西都一样，要么是喜欢的电影都一样，反正你去看去吧，太一样了，你可拿这个去说话，
太鸡巴假了，真的。看见了吗？这是人家微博的内部人士，人家微博的内部人，因为他怎么注册的这帮水军，同一天你们查是不是同一天注册的？完了，这哥们儿直接把证据给我发过来了，大家看能不能看见啊？直接发证据啊，发这些都是水军，大家看好，直接发证据，年月日什么时候注册的，喜欢什么电影，这个人也居然是什么时候注册的，也喜欢这电影，也一样的时间，这几个人都是喜欢同样电影，什么时候注册的，大家看好了，看好时间啊，看好时间，而且说的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还有都他妈喜欢这电影，操，都是，大家看这种人，大家看好了。所以啊，一龙，你妈，你丫个骗子，买他妈的水军，抖音买，完了他妈微博买，大家不信，去挨个的查，敢别让他删了啊，别让他删帖，别让他删了，赶快，这帮一龙这帮团队，这帮公司死全家。好吧，反正现在报警这个事儿啊，我承认还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说明是谁报的警。但是这个微博方面的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可以去查的，如果说大家发现这个微博这个注册的天数啊都非常的近啊，基本上是同一天，而且呢他们的一些喜好也是一样的，那么很可能就是通过那种黑软件啊批量注册的大量的垃圾账户啊，纯粹就是水晶账号啊，这当然也只是我的猜测，但是呢这种逻辑推理我相信啊大家智商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啊。徐晓东呢决定跟一龙打赌啊，赌资总共是100万啊，分为两个项目啊，我们来听一下。我拿50万，谁说徐晓东报警请查50万，我再拿50万，谁说我买热搜查出来我徐晓东给他，我徐晓东就居家就这么多钱了，总共就这么多钱了，没了。实话就是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查出来我就给，但是查不出来你们就知道谁在骗人了，对吗？好了，大家也看到了啊，徐晓东已经啊打赌100万，如果说一龙方面能够拿出证据的话啊，就立刻进口袋100万人民币啊。当然了，作为我来说，我是比较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啊，现在报警啊已经成了传统武术界的秘密武器啊，大杀器啊，终极绝技啊。所以说呢，谁更有大概率使用报警这门独门暗器啊，大家也心知肚明啊。好，就这样，再见。